哎，陆泉，今天你还在东西都谁的呀？粉色的这个牙刷，这……哦，那女的那是保姆，她那边上次来打扫卫生的时候，我给她买了一套。保姆？你得买……哎，爸妈，你说这……哎，但是你们亲眼看见了，这如何是好？那我没办法了，我只能如实的跟你们交代了。 实不相瞒，其实啊，这就是我的女朋友，钱维，正式跟你们介绍一下。突然也好意外。